然后群吐婚姻苦水，然后如见缝插针。老婆是这个独立新女性嘛？是。我还是没东西吃。那有的时候就可能去这个妈妈家蹭饭吃啊。那你又没事也没通告，现在主持也被砍掉。那你在家里，那你为什么不能煮呢？可不可以暂时不要有对话？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《这是吴亚博》。以上节目由味王大食客冠名赞助播出。